艺人许维恩拥有台和混血的深邃五官，不仅外形亮眼，身材也相当火辣，即便已经37岁仍不输20岁的年轻小妹妹。事实上，许维恩上有两个姐姐，分别为许露儿和许菲菲，下则有一个相差11岁的弟弟汤姆。三姐妹外形靓丽，大姐许露儿还曾登上英国媒体，近日她在 IG 上大方分享比基尼美照，火辣程度令粉丝们大赞，谁相信这样43岁。许露儿近日飞往泰国度假，15日在连续 IG 上更新美照，只见许露儿随意扎起头发，对着镜头嘟起嘴巴卖萌，相当俏皮。此外，许露儿也在 IG 动态中分享全身比基尼照，身材不仅窈窕纤细，且带有一些肌肉线条，性感照 PO 出后，让不少粉丝大喷鼻血，直呼真的美翻了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3岁。许露儿的逆龄脸蛋曾在2017年登上英国《每日邮报》，当时外媒以狗大的标题写着你绝对不会相信他几岁，引起外国网友关注。至于许露儿到底如何维持冻龄体态，他透露自己绝不节食，不碰加工食品，多喝白开水之外，也会养成的习惯，且平时饮食清淡，多以青菜水果为主，无论是淀粉、蛋白质等都要均衡饮食，但会少吃肉类。